我们感情好到奶碰奶哎、欸，太真的啦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刚刚西瓜载我回来。那你还难写吗？很开心啊。那我们现在去哪？我们现在去蛋梨来温刀去西瓜家。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在录综艺网很大，不是网很大，综艺大热门。对对 对。然后我里面现在穿制服。笑死。对，然后今天就直接住西瓜家，因为我们明天一大早要去球场。西瓜搬家后第一次来。哦，是吗？你可以假装第一次啊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去看一下你家到底有多好玩呢。笑死我，看你要演多。来哦，来到了西瓜家。来那个。欸、天哪，很会放东西耶！有没有够爱你啦？有啊，哦有哦有零零七，张照片也太像我了吧？对啊，好像哦，我们这张跟我很像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学我了，好不好？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我老公啊。你老公是谁？李敏镐啊，还不知道。我刚刚靠北哦，再见。来，哇，好乱哦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很自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张超像我的。来偷看一下西瓜家的冰箱，因为我很喜欢翻人家冰箱。大鸡腿丘拿。这是一只来自丘拿的烤鸡腿。啊，这是我怎样？我知道你今天要来啊，要给你吃的，留给你。哎，刚刚不是喊肚子饿了？可恶！你是那个厨余给我吃是吗？来来，我看你要多坚持要拍啦。我知道。还有什么来？来，我看一下你家还有什么。哎，这个饮料也太多了吧？一定都是全糖的。看一下这种高丽菜。再讲一次。高丽菜。对啊，高丽菜啊。你知道没有在煮菜的？是不是高丽菜吗？那叫牺牲菜。什么菜？牺牲菜。牺牲你哦。牺牲的菜哦。可以看这个吗？不用管你了，小狗。很多娃娃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半夜起来会那个吓到我。不会不会，因为他不会讲话，我也不会对他讲话。哦，因为只有柔柔才会。不错的哦，不要给我那么不耐烦。西瓜，你可以为我介绍我房间在哪吗？你房间在这儿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现在东西有点太多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地方睡，我看一下有吗？有啦，这个，来嘛，我帮你来。你睡的地方在这里。啊小君，小君，你刚刚讲什么？小开想，我不要、啊。我很可怜吧？他叫我帮他绑头发，然后那边说，而且我现在剪刘海，然后你现在就把刘海弄掉。我就故意用，我就是不想跟你像。你真的很 GY 哎、欸！我还有皮带呢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最爱皮带又要来了。来。哦。我换你在开心啊？我只觉得你很白痴而已。很久没有来云溪家了，好开心哦！我等一下要偷偷去买肉跟菜，煮火锅给他吃，希望他会开心。来跟大家讲一下，他们家的浴室呢，就是当初云溪在洗澡的时候，然后我喝醉酒，然后我就拿10块钱这样开，然后我就啪，云溪，我要跟你洗澡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躺在这边，躺在这边洗澡。来，为了还原当时的情况，好，现在西瓜在洗澡了，假装开。我们感情好到奶碰奶哎、欸！拉出去了，好，你看有多小，硬要两个人进来，笑死！西瓜其实是一个有洁癖的女生，所以是蛮贤惠的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比多惠还贤惠。我们要直播了，因为今天是黑色情人节。刚刚原本想说要去球场看李多惠，但我们太累了，所以决定今天直播，然后睡觉，然后打牌。啊！三缺一，哇，怎么办？然后明天早上球场，西瓜一直叫我脱啦，你看他一直叫我脱，他现在帮我拆衣服。拆了，各位。哎、欸，吹了啦！这样可以哦。那你里面有没有穿？你要穿蹦迪。脱掉了，你各位送你们，送你们，来竞标，竞标。不是因为我们球场衣服亮片服会一直刺皮肤，然后刚刚云溪就说你赶快脱掉，你赶快脱掉，然后我说好，那你帮我脱，直播去啦，拜拜。
鸡柜。哎呦，好饿哦。我也是哎。外送应该到了。看一下大家。恭喜大家上我的 YT 了，耶、yeah ！恭喜你们上我的 YT。Happy Happy， 乐天最棒。哎、欸，外送到了。哎、欸，但是是生的，所以我们要自己煮。到了哦，感动吗？好感动、哦，哭出来。你是便秘哦。我现在先洗澡了，西瓜我没有卸妆品。对，这么多有。阿叔人，我是女生吧，看得出来吧？哦，所以我以后就是来住你家都不用带。内裤不要带吧？啊？不可能吧？我没带内裤哎。我就说家里来个不速之客吧。我可以穿重复的吗？反正我穿 Chloe 的，穿全身粉红哎、欸，你们看，应该给我记录，好好看哦，好粉哦。记录。瑶瑶，我有内裤，我有内裤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快点！你可以跟我穿一模一样的。哎、欸，这好可爱哦、喔！你要跟我穿？我知道，这是那个慧玲跟奶奶送你的。对。你打开。内裤。全新的，没有穿过。那我们等一下穿这个拍一张。好可爱哦！我这个拍一张有病哦、欸！我要去洗澡了，拜拜。允许我洗完澡了。你看我这样子包完，然后我之后就可以敷面膜。早安，现在时间9:00多。然后我昨天早上起来尿尿的时候，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位小姐，早上6:00多还在给我打电动。我说你不会累吗？她说不会啊，我都这个时间睡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球场工作了。天哪，昨天不要吃火锅的，你看我们昨天吃火锅，各位。我们的火锅好吃，但是现在很水肿，所以要去买黑咖啡。走吧，希望今天不要下雨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突然下雨了，怎么办？今天还要拍吗？今天赶快买黑咖啡。暴雨，暴雨。各位，暌违我多久了？半年没有来。我们现在有两间休息室，这是原本的。这是什么？新的。早安，新教室，我位置在哪？第一次来哦。对啊，我第一次来。没有你的位置。啊？现在学妹这么凶吗？那也不用聊。谁说有学姐学妹制的？欸、你看、欸、这个学妹，今年开始已经不是学妹了，但还是我们的学妹。哎、欸，所以我是这里吗？哇，我东西好多哦。好开心哦。新的很赞呢。哎、欸，那我想去看原本的长怎样。早安啊，请问都会坐哪？啊，多慧竟然没有跟我同一个烤箱的位置哦，偷摸一下，啊，好像变态。那你要闻一下，口罩拆下来闻一下。好，我来闻一下。哎、欸，你在前面，我看。多香多香，真香真香，真香！哎呀，好变态哦！哎、欸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开玩笑，我开玩笑，还没跟你见到面呢，希望明天可以跟你好好的见到面。拉拉黑哦。跟空气讲话怎么讲？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。嗯哼，好，谢谢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啊哦，那个不是全亮，那我跟你。哎、欸，从来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你们这么热烈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不是那个钱，是浅浅的微笑，是微笑的浅浅的微笑、哦、不是他的钱，对对对，没有道具，没有人要收钱，道具好好、啊、等下那个跟经纪人领通告费好吗？哇，好好看哦，好好看哦。啊，你们在看谁啊？哎哎，哪里有东西，哪里有东西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那个比赛在后方哦。